好可爱。打开就没有那么可爱了。昨天晚上吃剩下的三块披萨就当今天的午饭了。前阵子在 Costco 买了这个 Scrub Daddy 的海绵，超大一个 pack， 里面有八个。这个海绵就是不会划伤你的餐具，然后可以放在洗碗机里面洗，我觉得这点还蛮好的，可以定期消毒一下。然后，它不是有这个嘴巴吗？你可以把勺子伸进去洗。然后有时候你洗的时候需要，用力搓的时候，可以把手放到它两个眼睛里面使劲儿。扫地机器人一直都是Wayne在负责的，
想不起来成河在哪里了。哇，米卡，看看全是你的毛，好脏啊！之前视频里面很多人问我说，我们家养狗，特别养柴犬这种很掉毛的狗，地板怎么干净的？首先，我们家这个地板很能藏米卡的毛，然后呢，就我们家云阿姨扫地拖地，每个星期能扫个两三回，然后拖个两三回吧，地板还能保持得挺干净。这是我第一回换这个脏水箱，这是脏水吧？看这个水，还蛮脏的。这个是干净的水，也快用完了。我用了两回，我忘记当时问你走之前跟我说多长时间换一次。我今天想起来用，说看一看是不是要换了。昨天去退货的时候顺便买了几样东西，先去了 Indigo 买了这个羊毛球球，这个和我树上的那个装饰是一模一样的，我去年买了两组，把它连到一起缠到树上，但是我这个树比较高，要缠得比较紧才能缠三圈，我比较想要那种松松垮垮的松弛风格，所以又买了一个，打算把它系到一起，这样子把它加长了可以多缠几圈。你头好搞笑啊，米卡。然后去了无印良品，买了一身睡衣。他们家这个格子睡衣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套了。最近在打八折嘛，他们每一年在感恩节、圣诞节大概这个时候都会打折。我前一阵子去看，没有看到有我的号码，就我想要的这个款式，昨天看到了就直接买了。买的是这种双层纱的一个睡衣。不是特别厚的冬季款式，但是这种穿起来特别透气，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盖比较厚的被子会比较舒服，然后我在家里一般冷的时候外面会穿一件毛衣或者穿一个外套，所以买了这个。然后我买了两个枕套，我最近在床上加了两个就是可以靠背的枕头。我们家枕套就不够用了，原来就一共有三对枕套，再加上那两个枕头还有我们枕的枕头，换洗的时候就不太方便了，就买了两个新的。看这只鸡的翅膀摇摇欲坠，是这样子的一个有点皱纱感觉的，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然后他们家的枕套一般我会买这个比较大一号一点的，因为我们家枕头比较大，买小号那个就有一种套了一个长衣的感觉。Oh Christmas tree, Oh Christmas tree, Thy leaves are so unchanging. Oh Christmas tree, Oh Christmas tree, Thy leaves are so unchanging. Not only green when summer's here, but also Thy leaves are so unchanging. Oh Christmas tree, Oh Christmas tree, Such pleasure do you bring me. Oh Christmas tree, Oh Christmas tree, Such pleasure do you bring me. Thank you.
Thank you.